靠，人家是礼物箱，弄那么喜气，你说他是棺材？不是，你站在上面看，你站在上面看，像不像那个打魔王的时候 RPG？ 不像，真的吗？不像，不像，不像，在那边，真的吗？你这样人家会哭，我跟你讲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圣诞老人会很伤心。你怎么说我的礼物很像棺材？圣诞老人都没有送过我礼物。可能因为你觉得他像棺材。我也没有，我是坏小孩。因为你是坏小孩啊。坏了。你没有礼物啊。你坏小孩就只有煤炭啊。我连煤炭都没有。最坏。哦、所以没有关系，我送你煤炭啦、哦。所以那集送你煤炭啊，送不出去啊！不要难过，让我们送都不送，你真的是坏小孩啊！最坏，受诅咒，完了，受诅咒的小孩。来了来，给大家介绍这张地图好不好？可以开始介绍了，我准备好。这个呢是天空方块无双，然后强化版。跟之前不一样，有做一些更新。那首先是箱子部分，因为我们是圣诞节期间玩的，所以箱子都长这样，但是其实都不变，就把它当一般箱子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个地图呢，就是一开始有没有看到那树的地方，四个角落有树，我们会分四队。那一开始你会在树的那里进行生存，那那里也会有一个箱子，会有一些基本的物资箱，箱子里面至少会有一个冰块、一个岩浆桶，然后有树嘛，所以你可以获得木头。那石头的部分呢，就可以用岩浆跟水做成黑曜石的鹅卵石哦。对，当然你更优秀的话，你就可以成为黑曜石魔法师，直接做出黑曜石。但不用担心，我们的岛看起来还蛮大的啊，那应该有两三层，所以资源应该也是够。好，对，那你就是要先生存，然后挖那些方块，你才有机会有没有去铺到中间的地方去收集更多的物资。好，对，那像这个它因为是强化版，所以物资还蛮多的。沙漠岛有一些物资，然后还有岩浆那里也有嘛。嗯，在更中心点是那个小麦那边也有，然后最重要的是更中间还有一个木头，那里也有箱子。哦，对，理论上来说越中间的物资会越好。好，对，那我们现在也都不知道物资是什么，我们先玩一场看看。好，如果有失平衡，我们可以再拆掉一些箱子。哦，所以是固定的。对，那箱子都是固定的。好，对，然后这个强化版呢，它有一些特色，我们至少可以先开启这第三本书《边界收圈》哦。啊、以前有时候那个闹的，就是大家那个很龟，对不对？打不完、欸。现在有这个边界收圈、嗯，好不好？我们直接就开启，十分钟开始说，说五分钟到中间16×16。好。对，这个就一定让你这个15分钟内打完啊，15分钟内打完。哇哦，你可以说更少哎、欸。哎，这样石头制造机还要带着走哎、欸。抽到10×10差不多吧。那有没有随机胯下爆炸？这倒是没有啊，这倒是没有啊。爆炸。可以好不好？那就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好，嗯、没有没有。然后它是那个可以自然回血，所以不用担心。好。也有弓箭合成，只是食物的取得应该比较有限，而线材的话就可能要看那个箱子里面。OK， 好，食物都在中间，那方块就是食物啊。我们八个人第一场先 peace， 我们两队对决。好，好，因为有新手嘛，这样子我们互相也可以帮忙一下。好，对，甘草腿可以换成食物呗。对，甘草腿满满的食物，所以盖往中间真的很重要。嗯，是树根、树皮、树苗的。对，额外说一下，它好像有一些特殊的设定啊，就是像岩浆块挖掉，它会变成直接变成四个岩浆球；橡木块挖掉会变成四个橡木原木。哦，对，就是有一些挖掉它给的东西会比较不同，反正这个玩了就知道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来随机分队。来，哦，哇，等一下，这个好像有点不一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这个再对分一次。男队都是老手，不行不行。两个怎么分开啊？很随机啊。再分一次。嗯哼，有差吗？都好像差不多，一模一样吧。一样啊。要把队伍变回来，要先把队伍去掉。先重置。没关系，我先把它变四队之后再变两队呢。好。好。哎。啊，可以可以。有正常了，正常。可以可以可以。200会玩了吗？哎、欸，可以靠，
相信你就是蓝队的 MVP。那就各奔东西哦，我们红队下了哦。好。好。哎，杰克玩过、哦？我没玩过啊，我没玩过这招，我只玩过另一个是空，所以空玩过就只有我跟巧克力而已啊。嗯，我没玩过。我想说，我怎么记得你应该是没玩过啊？我想说，嗯，他刚刚这样讲，好吧，那就先这样子好了。好。所以其实真正的全部人都新手，真正的老手只有两个。对对，反正就是空岛嘛、嗯，你就是岩浆那些弄一弄，然后打木头。嗯。会有土队伤害吗？没有。生存。哎、欸，我怎么听到打玻璃的声音？帮我帮我填起来一下这边。感谢。哇！小心，我就被魔法射，我跟你讲。比较小心，岩浆会烧到树哦。往年都是这样子的。是他刚刚说原木变木材吗？可是我拿到原木还是原木啊？不是，他有说橡木块。块。嗯。有人做工作台了吗？我做，我做，我做。怎么东西？我做工作台。啊，铁的话是做铁镐，铁的话是要做什么？铁镐还是推什么？推荐什么？铁。文静。哎、欸，我不知道。哦，我这局我做铁镐好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东西带回来了，金锭、猎焰杆、蜘蛛眼，能做什么？金苹果嘛一个，然后我铲石头给你们哦。啊，这是什么地狱疙瘩吧？对不对？对，地狱疙瘩。这是摔下去就死掉吗？是要做药水耶，傻眼。然后去挖沙子就可以做玻璃。我这种骨块啦，是不是需要更多木头啊？哎、欸，你树不要种这边。你等一下葉子掉光光。那个二零都给你。哎，哪里？骨粉。有人吸走了吗？有。给我三个石头。这是14个。哎，谁吸走了？快点，扔我身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给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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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木头也给你，木棒也给你。哎，我东西这个也是，其他放进去哦。你说什么？这也是一条命。对啊。嗯。所以珍惜生命。这个是一不小心滑出去就没了。啊，好多就死了。你要干嘛？给你。嗯。你要水啊。那我们跑去另一队那边会有水吗？有啊，另一个箱子啊。二零再去了吧。他应该是去甘草捆吧？哦，甘草捆哦，他是沙漠的表还是甘草捆？我不知道，因为这个都是新的啊，以前没有这些东西啊。先去甘草捆。哎、欸，中间人被抢了。嗯，巧克力就只是往中间啊。回家。
哇，开始收钱剩一半了呢。像只有铁哦。我拿到水桶、金苹果、铁砖、火药跟蜘蛛网。水桶可以来用啊。蜘蛛网。对。做弓箭吗？蜘蛛网还是钓竿？要水干嘛？在我这里，在我这里。做无限水源啊。那你丢上面一点，这边。这边吗？你丢我这，你不要丢进水里哦。啊。你很会吸呢。你很会呢，会哦，很会吸，是不是插一桶？哎、欸，有了，有了，有第二个水了。要给我一个小区域。可是做工也没有剑啊，没有羽毛。箱子是不够大、啊。嗯，我觉得中间有点小刺激了、欸。再给我一个石头，谁全都剩？再给我一个后面。好好。那、欸、你们都做一些武器了吗？我有做我的啊，我们是不是要做盾牌啊？嗯，铁换盾换一些盾牌出来。好，他们朝那个中间那里去了，也不知道中间有什么。嗯，还有更多木头吗？有放里面。哎、欸，我身上有六个箭矢哎，你们要做弓吗？那我把蜘蛛网打成线哦。我先放你。箱子有盾。然后还有十个铁。哎、欸，繁星做繁星有箭矢吗？我没有啊，在我身上啊，我放箱子。啊，我没有需要用啊。好，那我做。要做附魔，要做金苹果吗？很多在家哎、欸。等下缩圈哦，所以可能要往中间了。哇，你这样，你这是这个意思是没有吗？嗯。要做药水是不是？可是我们也没有那个附魔台，酿造台，酿造台。我刚刚拿到一些药水的东西。欸、等下，那你们还有水桶吗？有箱子有桶，有铁桶。那、啊、等一下，看谁要捞岩浆。环西不是很会捞，很会烫吗？环西。怎样？你是不是哦？是吧、欸？我在说等一下、啊。在前面哦。对啊。哇？为什么会有附魔弓啊？哦，他们做附魔台中间吧？太扯了啦！一定不能用啊！
欸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中间哦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哈，不要射有盾，不要射有盾。你要开始说钻石剑啊，不用玩了、啊。这物资也差太多了。不是，我觉得巧克力一定知道里面有什么哈。太扯了。箱子。拜拜。有没有拿金苹果？有人珍珠吗？拜拜拜拜拜拜。是什么？对，珍珠。有珍珠没沉下去，他掉虚空了，所以掉不下去。可惜。谁掉虚空啊？珍珠。收圈了，收圈了。对啊。东西要带走。箱子还有什么？拿走。总之都拿着。金苹果，金苹果。这物资也差太多了吧？我觉得有人需要帮我破盾欸。你一定输的啦，真的。我知道啊，倒水。没有，你要去中间才倒啊。这边界还好。哦，喂，他们的东西也太好了吧？蹲好，蹲好，你蹲好，你蹲好，他要勾你蹲就没事了。我跟你讲，有没有弓箭在你其他人身上？都在我这。那你不能走前面啊，对啊。那不然我走前面了。你要举着盾走前面哦，举盾哦，举盾走，但是不要按 Shift。他在勾可以射，他还勾可以射。有人进来了，打。你回去有水，你回去有水，酱油。来了。没了啦！啊，没碰到水，酱油剩你了。哇！你会哇？举着盾，举盾打啊！被打下去了。可以的，没有输很多啦，没有输很多啦。我觉得没有输那么多，可以啦。可以啦。就只是刚刚在打的时候，你突然问我，我刚不知道，我想说你怎么没有回我。再问一次确认。哇塞，你真的是原来怎样？没有吧？突然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玩啊 ！PVP 啊，你就当做好收球，就是那个 UH 世界最后原来打架的感觉，对啊，打架、啊、哦，这个刺激！你们那个一桶岩浆把我们都烧了，你是不是知道中间有什么啊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先去中间，可是最重要的弓是在那个沙漠岛。沙漠我没有去沙漠欸。有你不就有弓了吗？我是拿钓竿啊。没有那个有线啊。我是拿钓竿啊。钓竿？你钓竿哪里来的？做的啊。对啊，啊线你可以做弓啊。哦。对。啊可是不是啊，你们有附魔台欸。附魔台中间的啊，中间的啊，钻石嘞，中间是感觉很强，也是中间的，不行，太夸张，我觉得太夸张了，不行。没有空战一定是那个沙漠岛先优先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等一下看看战术，好吧？现在就大家都知道，我们现在重置、哦、好，然后大家创造也可以看看各个岛。结果我发现只有我跟你玩过而已。我没有玩过啊，玩过啊，杰克没玩过，没有啊，杰克没有，哦，汪汪有啊，哦。嗯，我玩过类似的、啊，但这一款我是第一次玩。对啊，这一款我们也是第一次。哦，真的第一次，所以才说，所以才大家都不知道箱子的东西。等一下，中间不死图腾是谁啊？哦，对，中间还有一个不死图腾哦。猛欸！来，大家可以各自看看，好不好？好的。沙漠岛的箱子是有蜘蛛网跟六根箭矢，还有铁砖。砖。沙漠岛算是出街物资很正常，而且它多一个水桶。岩浆会有指令的那个岩浆岛，感觉好像是就是要用那个酿造台，对啊，因为它有蜘蛛眼，哎不对，还有阿面没有，它有啊，它有啊，可是它没有那个地狱疙瘩哎，地狱疙瘩它脚下的、啊，这一块脚下疙瘩块，哦那个塔要都有哦，地狱疙瘩，对，所以岩浆岛就是做附那个酿造的，可以做抗火药水。然后火石岛其实也是可以做出什么？我看看看起来好像可以做木台，可是也差钻石。好像也不能干嘛？
结果就是什么都做。铁吧，就铁比较好吗？啊，重点是中间，中间的话有 Ender Pearl， 又有金苹果、附魔台、不死图腾、嗯，对，就是看要先抢中间，还是先抢沙漠岛？因为以空战来说，沙漠岛的那个弓箭啊，或者是钓竿，其实都会很强势。嗯，对，有，现在都知道了，都知道了。都很重要。对，就岩浆的岩浆块的还好啊，因为你要酿造就要比较久了。嗯，那接下来四队对决咯，好，更刺激哦，一队就两个人哦，好，一样也会收圈哦，其他的就一样，好不好？哎，杰克看好了没？好了，等一下，杰克该回来了。你走太远了吧？不是，杰克听得来哦。是看游戏里的箱子啊，不是看你的自己的。我看我自己的包包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他回血有点快哎、欸。很快，超快，躲一下血就回来了。嗯，对啊。刚刚被你射了一箭，哦不，我是自己被烧。我们刚刚自己有射到一箭啊，有射到一箭。满宝石就是回瞬间回比较多。不，他真的内箭比较多。有吗？真的，我想说 1.14 的回血是还蛮快的。我觉得他有调到哎、欸，我也觉得他有调、欸。因为我刚刚跟汪汪在那边拼的时候，我烧我他是全程是踩在岩浆上面哦、喔。嗯啊，我死了之后看他血回很快啊。他有金苹果？没有，吃之前。OK， 没关系，强化版等一下也都可以再琢磨。好，至少岩浆战术也是很厉害的。嗯，来喽，再来。飞机分队，杨洋，哦，纳吉，耶，杰克，加油！那个酱油要好好跟200搭配哦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变成黑曜石魔法师哦。好快哟、哦！200教你如何做黑曜石。你会做黑曜石吗？啊？会，会。没问题。我跟你说一件事哦、喔，如果我们做失败，我们就一起从岛上跳下去。直接扫一队。没事没事，好，各自分开哦、喔。好，好，拜拜。起来，你们走。好，我走。要去哪里呀、啊？我们去。我 CWT 遇到抠舌你的两个人呢、欸。我刚没懂你那句话的意思。哦，没有，我说 CWT 遇到，哎呦，等。啊，涨了，遇到 coser 你的人呢、欸，然后还在、哦、还在他的后面贴你的链接、啊，哦，是哦，对呀、啊，他是 mod， 然后爬到摊位上一直很害羞，黎明之神，你有听到吗？反正要记得你哦，哎、欸，怎么没声音了？我有啦，啊有，那等一下你用那个哦。制造机哦，啊，我去，我往中间补，哦，我往沙漠补。好啊，可以再来做个抗火药水，哎、欸，好，一个两个，我，好，好，你要做抗火药水啊、哦？我觉得可以啦，可以啊，我们玩啊，反正。嗯，我先给你泥土。那我给你。好。在后面。好，谢了。挖起来。你给我一个就好了，一个石头，我挖土。好。我给了。好。看起来还蛮安全的，没人敢动你。我
在家里箱子里面放了一个斧头。好。那还有多的树苗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不会掉下去了吧？这么尴尬。我再补宽一点。行。好想要盾牌。该死都没有，都被岩浆烧掉了。没关系，你要不要换铁镐啊？铁镐吗？铁镐不需要。哦，是啊、哦，好吧。够快，够快啊！啊，对了，要给你做一把石剑哈，这样你才可以蜘蛛网。我没有木棒，你做吧，我把它放到箱子里面了。还需要石头吗？不用，现在缺的是木头，哈哈，我没素描啦。我现在也缺，现在也是在想缺木头这件事情。我去隔壁了。如果箱子可以做木头就好了，现在合成才超重要的，把它带着走。去隔壁吧，去隔壁吧。哎、欸，不对，箱子啊，好、嗯，那你去隔壁，我把一些东西都给你。嗯，再来、嗯、哦，好。去跟杰克借。好，跟杰克借。那我去把岩浆捞回来。我捞了，我捞了。啊，你捞了。哦，你有铁桶，酷炫。哦，可以做无限水源。啊！我不对不起你。你花生什么树的？我下来了。哇哦！我只想借啊。我好孤独。尴尬了。哎，对哦，没有树苗，重点是树苗。哦，好，有地狱疙瘩，然后，好，行，熔岩块。哎呦，哎，蹲着就不会受到伤害，但是现在重点是，你什么都没了。好危险啊！我想要树苗，没有树苗。沙子挖一点好。没关系，去跟杰克借。我也想跟他借。啊，不对，没有燃料。就没有啊！你只能跟他借啊，赶快。他们现在没在看你。他有在看我吗？没有啊，你现在在哪边？我现在在那个。那边是酱油二零队。对。看啊，堆过去他们会发现吗？好像会、欸，不会啦，没有，不会不会。哎、欸，杰克来了，杰克来了，杰克你后面，他想射你。耶、yeah ！我连斧头都没有。哎、欸，可以哦。哎呀，五滴，可惜。啊，没办法，会回血，会回血就没有意义了。你知道我们没素描吗？好难过、哦，真好，有素描真好。哦，只能关帐了。嗯，那集对啊，还是觉得回血超快欸，很快，蛮快的。哇，铁套欸，只差头跟脚而已，好猛哦、喔！谁？巧克力吗？巧克力。哦，想堆哦，要去中央岛那边去了。叮叮，啊，捡到了。嗯，刚刚原本
想来做个药水，但没有机会。杰克，笑死，笑死，真的笑死！哦，天哪，我受不了了。嗯，是娘样而已、啊。哇，其他两队好安逸哦！天哪。想想看黄金可以干嘛。